太香了，我要吃酥心。好，你要先吃酥。我想起来，先来吃这个小卷。好啊，澎湖限定。对，而且你看它这个，看起来这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我先来个量。哎，它下面还有这个冬粉，哇塞！居然大发现，对啊，大发现。你嘴巴还在讲。嗯，好鲜嫩哦。好好吃哦！我也要，我要吃瓜。好，你看，真的没有看过这么肥的鹅啊！哇塞，这真的是好离谱哦！这个也是现在海鲜季的季节限定。哇，这个瓜真的好甜哦！哈，鹅啊也超赞，超鲜。好过瘾哦！怎么办？都想吃。那你要吃什么？寿司。好，那你夹。那我就来吃它这个最厉害的海胆炒饭。你真的就把干贝给夹走了、你不要担心外面还有，是自助餐嘛。啊，对，是。我都忘记了，我来吃它的海胆炒饭。勇敢的吃。而且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满满的海胆。对呀、啊，拜托，赶快吃。太夸张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哦，卡妹，我后来想到。我们应该先来吃它那个海鲜中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饿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先吃这种人很饱肚子的。它这饭好吃耶！来，那我们来吃吧。那它这个海鲜中它是这样子，它是季节限定的，所以呢，要来之前呢，如果你过了很久很久才看到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啊。搞不好你下次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，太可惜了吧？哎，说真的，中午啊来这边吃，喝个冰冰凉凉的那个啤酒，真的是很过瘾。而且啤酒就是越冰越好喝，它就是要冰的。来，我们来吃吃看牛排，我吃的这个是热眼。那边炉烤跟热眼都有，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。对呀、啊，来吃。所以你看，来这边光吃它这个牛排，真的中午这个价格，这值回票价。嗯。嗯。牛排好吃。你看它还有河粉，对啊，它那个河粉真的也是很厉害。但是说真的哦，一般饭店啊，你要是说像那个什么蛋仔面什么，对，一般比较是蛋仔面，对，都还蛮多的，河粉比较少，真的是比较少见。我来吃一看它是控肉，控肉呢是我真的好喜欢的。我刚刚一直很担心说啊，因为直接吃，会不会太香？结果啊，它味道好香哦。哇塞！而且你看这边舒芙蕾是强项哦，真的，我刚刚现场直接弄，我看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刚刚没有点，真的好后悔、哦。你看你端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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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哟。那你一定要沾一点那个啊，那个奶油。我不沾也可以的吧？它上面有糖粉，一定要沾奶油啦、啊！真的是讲不听。好这个也是他们推荐的，也是他们很强推的。他们甜甜每个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对，这是什么芒果什么什么，听说是最受欢迎第一名。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真的很难不相上下，我每个都要吃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我刚刚以为它是硬硬的还是什么，它整个好柔软的，吃到嘴巴。天哪、啊，我要去哪啊？奶油吃到嘴巴里就化掉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这糖尿病人不能吃太多。但是我待会一定要再去点一个舒芙蕾，哇，这光这几个，这真的是必吃哎。